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一流的师资，实用的课程，全新的培训方式，最佳的学习平台，精心传授管理经验，全面提升管理技能。时代光华管理课程，真诚创造成功。西方的管理模式为什么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如此缓慢？中国企业管理突围之路何去何从？中国人，中国的企业还需要用中国式管理，但其核心到底是什么？睿智、理性、高屋建瓴，曾仕强教授管理研究最新成果《中国式管理核心体系》首度发布，欢迎收看《中道管理》。曾仕强教授，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、交通大学教授等职，现任中国式管理研究院院长、时代光华教育集团高级顾问。他长期从事管理实践，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研究，被誉为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，中国式管理之父。主要作品有《中国式管理》《管理思维》《中国式管理成功总裁的三大法宝》等。领导人怎样做决策才是合理的呢？中道不是中间路线，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走中间路线，这个很可怕的事情，不是折中，而是什么地方合理你就走那个地方。为什么在中国采用二分法常常会犯错误？凡是用二分法思维的，在中国社会都是吃大亏。我们要摆脱两个极端，要摆脱。孔子说，有人问我问题，我是锵锵如也。什么叫锵锵？锵锵就是我很诚恳的样子，叫锵锵，不是空空。很多人讲空空，哦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什么都不知道就不知道嘛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会说。你看孔子最了不起，他进入太庙没事问，他是礼的专家，他太庙最熟了吧，没事问。会问的人你会长进啊，这个我懂了，你就不长进。我到一家工厂，我会问很多事情，因为我知道他有新的东西会出来，我就得到了。我到一家工厂，我什么都不问，认为我是学这个的，我什么不懂，你就永远不长进。孔子人家问他什么问题，他不会马上给答案，他不会，他不会说这个 最了不起了。你看我们是态度是这样，人家问你问题，啊，你如果问我别的我还不知道，问这个我最内行，你就完了，你内行什么玩，结果就误导人家，把人家害得死死的。时空一改变，你那一套就要改变，就不一样了嘛。我们千万记住，一切都在变化，经验是很可贵，但是经验是很危险的。我在芝加哥开车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高速公路兜了半个小时兜不上去。你不要认为说我一天到晚开高速公路，你有一天你就是兜不上去，因为不是你熟悉的地方。一个人要诚恳，因为宇宙万物它的本质就是诚。老讲《中庸》这本书不是乱写的，它是宇宙论。宇宙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诚。用物理的眼光，就是人，人就是诚。你看那个人，他很诚恳。你是机械，他就变机械人；你是光，他就变光人；你是发声音的，他就变生人。他人始终是人，但是他随时在变化。你看我们化学人、机械人、声光都是人，哪种不是人？连这个也是人呢，不然他怎么会动？他怎么有用？可是人进去以后，你就看不到人了。一个人诚意，你就很容易去了解宇宙的真相，就很容易。人家讲的话，你比较深入去体会，你就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。否则的话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。
闻而不知其味道，没有心嘛，心不见了。有知识的管理者，你才能够在很多话当中去找出一个合理点。我要提醒各位，最好的决策经常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一个。这句话最重要，凡是你想到的都是一篇，都是一篇，要不然怎么会后悔？决定完就说哎呀哎呀，就是没有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有想到才是最好的，想到都是糟糕的。你讲你有这样的观念呢，你就知道有时间不要急，有时间不能急，你急干什么？有什么急的？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知识你就可以不诚恳，只要你不诚恳，你冲内行，你就得不到新的东西，最后就是走上一篇。我们当要诚恳的时候，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事情，站在对方的心态来了解他，而不是以自己的立场做出发点。你看人家讲话讲一般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知道不是这样？你怎么知道？尤其干部他想了很久才很小心跟你谈问题，还没有谈一半你就否定他，他就很泄气。我想了三天两夜，你两秒钟就给我否定了，以后不跟你讲了，他跟你讲才怪，他根本就不跟你讲，你凭什么否定他嘛？话都没听完就说这样不行，你想他有什么感觉？中道不是中间路线，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走中间路线，这个很可怕的事情，不是折中，而是什么地方合理你就走那个地方。千万记住，量就是体跟用，了解体用的关系，用中就是把握体用的关系，来找到一个中和。你看中国人对中跟和，就是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就是合理的，大家还有意见，你要再进一步去商量，我们把它叫协调，协调不是折中。一件事情只要有人反对，大概这里头就有些问题，你要有这样观念，你不可能求全，所以也不是求全。有时间多考虑，没有时间当机立断，那没有办法嘛。我已经尽心尽力了，因为你再拖下去，它又会变，叫做夜长梦多。你会发现我们什么话都讲过了，我们现在好像很新很新的东西都经不起古人在那里笑，你们这些话我们2000年就讲过了，还以为是新的。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，有新的东西吗？没有，只是你以前没有见过，你把它当成新的而已。中庸不能解释不偏不倚，庸也不能说它是很平常的道理，它是很宝贵的道理，因为我们对平常两个字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思了。其实平常才是最宝贵的，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要新的奇特的，将来每一个人都中毒而死，到哪里有没有新鲜的，有没有没有吃过的，最后什么毒一下子就把你万毒并发就死了。当然任何东西都要经过相当程度的驯化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野生的东西是不能吃的，人类会驯化驯化，所有野生东西都是有毒的，没有毒它就活不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想它没有毒，动物就把它吃掉了，什么动物都吃，它就觉得它就有毒，你敢吃来吧，所以动物不敢吃。你看动物吃东西都是有选择的，凡是活得了的东西都是有毒的，没有毒怎么活得了？那你去吃它，你不倒霉。你们看到那个花长得越漂亮毒越厉害，果实越鲜艳那个毒越严重，很简单的道理嘛，它只要没有毒所有人把它吃掉了，不用人了，动物都把它吃光光。动物为什么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？它知道有毒我吃不了它，要驯化。你看猪驯化变成家猪你可以放心吃，野猪少吃为妙。现在我们都想，哎，这个野猪特别贵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幸好我们都是假的，如果真的，我们就早早完蛋了。他讲的野猪也不是野猪的，哪里是野猪的？
所以有时候你说假的不好，我说假的才放心，真的你老早死掉了。质量用中，它不是很平常，它是相当不平常，它使我们跳出二分法。我希望各位早日跳出二分法，你就海阔天空。但现在没有办法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被困在二分法。二分法就是两个极端选一个，二选一就是二分法。你要不要去？要，二分法；不要，也二分法。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二分法，不知道还是二分法。凡是你选得很清楚、讲得很明白的，都是二分法。中国人老早跳出二分法。你问美国人，你明天会议要不要参加？他要么说是要参加，要么说不参加，二分法。你问中国人，他不会讲，明天那个会议你要不要参加？他说到时候再说，三分法。我们老早是三分法，但是我们现在越读西方的书的人，脑筋越呆板，就是你很容易陷入那个二分法。西方的东西都是二分法。你看中国人去买东西，又好像要买，又好像不买。每次当你不买的时候，他就杀价了；你要买，他就不杀价。你看奇怪不奇怪？所以中国人要买都装成不买的样子，你就买到了。你说不买，他连理都不理你；你说要买，他就是不跌价。你慢慢去体会吧。凡是用二分法思维的，在中国社会都是吃大亏的。中是什么？没有发出来就叫中，一发出来发得合理就叫庸，这样就简单了。你看我们都有想法，但是我们没有发的时候谁都摸不清楚，一发出来很明确的，那个不叫二分法，那个不叫二分法，那是此时此地的要，我一会会变成不要。这样你才了解，你送东西给中国人跟你送东西给美国人不一样，你送东西给美国人，他会当面打开，然后称赞，我很喜欢这个。中国人说你好像很贪心的样子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东西，这很丢脸嘛。中国人家送你东西，你就说不要，千万不要客气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好了好了，放在哪里？你慢慢去体会，因为他是随时在变动的，他先拒绝，然后再思考，我到底要不要？不要白不要，要了会不会麻烦？他想好了要，他是经过思考的，哪里是推脱的？我们总以为中国人推脱的，谁在推脱的？先说不要，你先说要就不能想了嘛，要就要定了嘛，那不惨呢？先说不要比较安全，想来想去还是要就要了。M 理论它才适合中道的要求。孔子说君子而时众，这两个字不念时钟，念时众，念时众，时时刻刻合理就叫时众，任何时刻我都很合理，这个功夫非常高，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，时时都众结。大家有发现呢，小人他是不重结，所以人家看到小人老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就是他不综合嘛，他没有综合，不和谐。我们现在都学西方的，有话就要讲出来，其实你有话讲出来就是目中无人，你会发现我管你是谁，那你就没有伦理，你有什么伦理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奇怪，我们不小心都在讲西方的话啊，你心里的东西就要讲出来，这叫诚恳，那不对，那就是不诚恳。西方人是有话直说，有话实说才叫诚恳。中国人只要你有话直说，你就得罪很多人。只要你有话就说，你就是目中无人。中国一定有顾虑的，我想跟你讲什么话，你的老板在，我暂时不会讲。
因为我不晓得你要不要让他知道，你要不要让他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应该没有。当他老板讲很多话，让他回去被骂了，那不糟糕了？我们不能够不诚意，但是诚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直，不是。我想这一段是很多人误解的，好像不隐瞒什么事情就是最好的，其实不见得。你看先生有了病了，是不是回去马上跟太太讲？不一定。西方人医生一定要告诉病人你是得什么病，叫做病人有知道病情的权利。中国不会，我还没有看过医生说跟家里面讲，你们这个老先生呢，三天之内要去世。那被打了，三天之内，自己医不好还诅咒他。我们都说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安心养病，很快会好。那你说这样不是那个病人很委屈吗？你放心，病人都知道，他会把家人叫来，我快走了，不会的，不会，骗我骗那么久了，你还以为这样我还可以骗？他很清楚，中文这点很厉害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他们样子就知道了，我还不知道，他会知道。西方人你隐瞒他，他就不知道。中国你再怎么隐瞒他，他都知道，这怪不怪？就是我们有智慧。中华文化，我们把它叫做孝的文化，求忠诚以孝子之门，所以很讲究伦理。全世界只有我们讲究伦理，不可以没大没小。西方那一套就是没大没小。你看西方的员工可以直呼总经理的名字，他可以 John 就是 John， 他不会觉得你没有礼貌。中国人我跟你讲，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连姓都不能称呼的。我们现在都在称呼他的姓呢，其实他听起来都很不舒服。对自己直属长官只能称他的职称，不能称他的姓。科长碰到经理就是经理，哪里什么王经理？王经理就表示你管不了我，才叫王经理。你看中国人就多一些，张经理、李经理就表示我不属于他们，经理就表示他是我长官。人家一听就知道了，哪里搞不清楚？就是你不会表达，那就没办法。我们现在不会表达，连自我介绍都不会。我在时代光华服务，那你就是董事长了。你说我不是，不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介绍呢？只有董事长才会介绍我在时代光华服务。那你是总经理怎么办？我在时代光华，在我们董事长的领导之下服务，那就是总经理。那是副总呢？我在时代光华，在我们总经理的领导之下服务，副总，不很清楚吗？我在时代化股，我在营销处副的处长，人家一听就知道了，还要搞半天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君子务本，孝就是不忘本。我们希望一个不忘根本的人，我们会放心；一个翻脸不认人的人，我们很不放心。越有能力，我们越怕他。这样各位才知道啊。一个人有了什么功劳，有什么贡献，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上级长官领导的成果。所以中国人就觉得很奇怪，这跟他什么关系？美国人就是我做的，就是我做的，我想的就是我想的，跟他什么关系？中国你敢这样试试看？我们不是拍马屁，我们是不忘本，这跟拍马屁什么关系？所以现在很多人领奖都说谢谢这个，谢谢那个，谢谢那个。回去，你看看老妈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什么人都谢的，就是没有谢我。所以中国人得奖一定要谢谢我的父母，那祖父又不高兴，哼，谢谢父母，那我老祖父没有功劳啊。所以中国人搞到最后不感谢的，你感谢谁呀？哪里像外国人那样？是不是？你看外国人每次得奖都说我谢谁谢谁谢谁，好像他们很有人情味。中国你敢谢谁？你谢谁吧，你没有谢到的就找你麻烦。
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只好说谢谢我的太太，那又很肉麻。但是你不谢，晚上就不能睡觉。那中国难处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那个伦理是很讲究的，伦理跟管理要合在一起。西方人伦理是伦理，管理是管理，它分开的，它哪里有什么伦理跟管理搞在一起的？我们任何人讲话一定要讲，就是上级长官领导的有方所造成的，没有人敢把功劳归给自己。西方人就是把功劳归给自己，这事实嘛。中国人是事实，你也不行，你也倒霉，因为所有人都要打击你。最方便就是下次不让你做，把你架空在那里，看你还有能力，那你自己找麻烦。我们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慢慢去了解到管理为什么要跟文化结合，尤其是我们有那么悠久的文化，你把它一脚踢开，那你有什么成效？我不相信有什么成效的。你随便举什么，你都感觉到我们跟西方的做法是有点不一样，是有点不一样。西方人规定你跟谁报告，你就是跟谁报告。中国人他不会规定你跟谁报告，他不会，你自己看着办，你才糟糕了。你报告也不对，不报告也不对，你怎么做都不对。所以中国人这个很烦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它很复杂，它很困难，它很烦，才会造成一个很扎扎实实的，不是有能力的人，而是有本事的人。中国人是讲本事的，哪里是讲能力？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本事，我们不会说这个人很有能力。能力有什么用？我不讲能力有什么用，有能力都死得很快，他有本事他就活得很久，你慢慢去体会。有本事的人一定有能力，有能力的人经常没有本事，你一表现就垮就是没有本事，一表现就挨骂就被整，那就是没有本事。什么叫总经理？就是你不能偏，你偏财务那你去干财务经理就好了嘛。然后说我这个总经理什么都不管，我专搞财务，那你就财务经理嘛，有什么叫总经理的？所谓总就是我站到最高制高点，我全面掌握，全面照顾，我不能偏，一偏企业就完了。一个企业要成功要几百个理由，一个企业要失败一个理由就够了，不需要太多理由，就那么一点你就全盘完了。技术是分工的，分门别队的，各有所精各有所专，没有错。所以基层他不是得道高人，几乎没有一个基层是得道高人。那你慢慢爬慢慢修慢慢学，学到最后呢，你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得道高人。一个人先要上道，你才会帮他去摸索，才会知道到了了悟了就叫得道了，这得到不得了。你今天去看所有搞得很好而且很长久的，好还要久啊，好不久最后被抓去关也是没有得到的，得到不会坐在牢里面的。得到那你就知道你已经走上中道管理，这个体系是很大的，而且不可能完全讲清楚的。所以今天就有年轻人会这样讲说，你跟我说清楚我就照你的规定去做，那就是很被动嘛，那就完全没有创造嘛，那将来环境一变他就不知所措嘛，那很快就被弹出去了，就被刷掉了。道它是随时在变的，而且道有常道就有非常道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非常道，常道在脑海里面它是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。如果老总连常道都没有，那就跟基层一样了，整天在那里，那叫什么？那叫随着潮流这样子起起伏伏，那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
一个人不赶上潮流，他是不能前进的。一个人只能随着潮流走，他很快被淘汰掉。这样就对了。我们是要在潮流当中要变中流砥柱，一方面顺应外面，一方面有我自己的主张，一方面我顺着市场，一方面我要创造市场，一方面客户至上，一方面我要教育客户，我要教育他们，不是说顺着他们，凡是顺着市场顺着顾客人，最后都是没良心的，一句话就讲完，不可能良心。人类很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把东西做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没有办法去控制它，没有办法，最后变成他来反掌握了，他来反控制的。那人类永远是奴隶。我们中国有孝经，但是没有慈经，这大家要好好去想一下。我们可以教子女怎么样孝，我们没有权利教父母怎么样慈爱，没有。但是我们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。我们中国本来有一部道经，把什么叫做道说得非常清楚，但是失传了。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失传，也许是因为太宝贵了，藏得太隐秘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结果就失传了。我想这也是一个道理，你太过慎重，最后不见得是好。真的要这种逆思考啊，天底下没有怎么样一定怎么样，很少这种状况。但是在荀子的书里面，他有八个字，叫做人心之伪，道心之伪。人只有一个心，可是当你凭良心的时候，那叫道心；当你按照私心，按照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那就是人心。人心是很危险的，很险恶的。我们常常讲人心割肚皮，不晓得在想什么，可见所想的大部分都是坏的。可是呢，道心呢，它是有，但是很微弱，非常微弱。你看我们好话都听不进去，忠告都不想接受。人要学坏很容易，学好很难，就是人心跟道心的不同。有两句话始终大家很难去理解的，一句话叫心想事成，一句话叫做事与愿违。这不很奇怪吗？到底是心想事成还是事与愿违？其实很简单，当你凭良心的时候，多半是心想事成的；当你自私自利想要七搞八搞的时候，大概都是事与愿违。这样就很容易了解。我们中道就是合理的思考，合理的决定，合理的要与不要，合理的选择，这样就对了。一直到宋代，朱子他还认为道心跟人心其实是同一个心。他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道只有一个，它是整全的，它不可能有两个，有两个宇宙就分裂了。你看男性的体内有女性荷尔蒙，女性的体内有男性荷尔蒙，如果男性完全像男性，女性完全像女性，那就变成两种人类了，那糟糕了。所以人不能百分之百，不能绝对，就这个道理。你看绝对的白，绝对的黑，那就分开了。我们都问白里面有黑，黑里面有白，这样的话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。人心是不可无的，人不可能不自私的，但是道心呢，你要怎么样去发扬出来，这个才是每个人要修身的一个重点。人心也是在我们心里头，
道心还是在我们心里头，那看你怎么样去把一个压下去，一个扬上来，这就叫做 M 理论。其实四个字就讲完了，就是一切将心比心就好办了。想想自己，这是难免的，想想别人吧，你最起码要想想别人。谢谢大家。汇聚一流专家名师，聚焦前沿管理热点，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包，传授优秀管理思想，讲授先进管理方法，教授实用职业技能，让你自主自助便捷的学习，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，让个人和企业迅速提升竞争力。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。